25日 ，Jimmy Fallon 通过官方推特表示，今晚防弹少年团就在这里，他们正在准备精彩的舞蹈，他们真的太有才华了。今晚固定频道，并上传了照片。公开的照片中，防弹少年团和 Jimmy Fallon 一起跳舞，灿烂的笑着，融入气氛的防弹少年团充满活力的样子，吸引了大家的视线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